妒忌我，佢哋追成平手啦。但系沙包队佢哋嘅队长马拉多纳使出一招弹波子咁嘅劲射，令到妒忌我佢哋冇还手之力，真系激死啊！不过妒忌我仍然好努力咁进攻沙包队，到咗最后再入到一球，以一分之差赢咗沙包队啊！决战前夕，胜利少年队直落赢咗，佢哋真系打得非常之好啊！我谂四海队佢哋万估都估唔到自己会喺呢一场比赛里边食零鸡蛋噶。好啦，胜利少年队连赢两场，如果佢哋再打赢埋下一场比赛嘅话咧，咁佢哋就可以喺二组嗰度出线啦。哇！胜利少年队真系好嘢啊！我哋会一直支持你哋噶。多谢大家嘅支持啊！我哋一定唔会令你哋失望噶，睇住嚟啦！算啦，难得妒忌我而家开始俾人认识咯，咪有得佢开心下咯。不过其实啊，有我喺你身边已经好足够噶啦，系咪？系你个头啊！姐姐啊，你咁样过分咗啲哦，唔介意啫嘛。啊！呢个妒忌我都有女仔送花俾佢，真系令人羡慕。你惊唔惊嗰度嗰个人啊？乜嘢事啊？好似喺边度见过佢咁噶？哦，哎呀，呢班系咩嚟咧？啊，原来佢系由北角嘅 A 组球赛嗰度寄翻嚟呢度俾我哋噶噃。啊，原来系十一胜利国家代表队喺北角嘅打冷阵嗰度以九比零大败打冷阵球队噶。啊，而呢九球里面有五球波系由狮子王佢射入噶噃。你几好脚法喎！不愧为十一胜利队嘅一员猛将嚟啊！不过我哋系唔会咁易输俾佢哋嘅。讲得啱啊，最多系攞三冠军啫。当我谂到唔使几耐之后，我就可以同狮子王决斗嘅咧，我就越谂越兴奋啊！哎呀，好紧张啊！你哋系唔系啊？你咁兴奋住啊？你唔记得我哋仲有一场比赛未打？我哋系长胜不败嘅队伍嚟，下一场比赛咧。我哋都一定会赢噶，我会用我嘅金龙劲射横扫佢哋。我哋靠晒你噶啦，靠晒你啦，妒忌公，包喺我身上得啦。呢一队玛雅美丽队系由美丽公主佢亲自带队嘅，所以我怕我哋今次唔易打败佢哋。公主，公主啊，公主你喺边度啊？公主，哎呀，你唔好嘈喧巴闭啦，
公主冷亲需要休息噶，你唔好骚扰佢啦，好唔好啊？不过诶，不过不过乜嘢先得噶？哎呀，咩话？公主，公主啊，公主，公主你起身未啊？公主，有件好紧要嘅事啊！公主，哦。公主，咩事啊？令公公，令婆婆。公主啊，你有啲咳啦，你唔可以再吹风噶，企翻埋嚟啦。我仲有啲咳啦，我想晒下太阳啊。好，公主啊，系咁样嘅，呢件事已经大件事啊。啊？有人送咗啲礼物嚟俾我啊，系咁咩咁大件事啊？我唔系好明白。唔系啊，公主。这件不是普通的礼物来的，你不信的可以看下的。啊，件水晶有徽章的，难道是令公公啊？这件水晶呢，是马亚国的美丽公主专程叫人送来给公主你的。好久没见啊，胜利公主。美丽公主，听说你们的国家已经有两队球队打入了这次侏罗纪足总杯大赛了。这么难得入的赛事你们都有两队入到，你十一个真的很犀利。不过今年的冠军一定是我们马亚美丽队，因为今次马亚美丽队是由我亲自带领出赛，所以今年的冠军是我们在拿的。是的，你哋嗰队胜利少年队好快就同我哋正面交锋，不过啲咁新嘅球队点会系我哋嘅对手啊？唔好意思啊，我哋今次赢紧嘅。哎呀，哎呀，呢个人真系大口气喎！我哋唔可以俾佢得逞噶，一定要阻止佢啊！系唔系啊，公主？过埋呢个山头咧，我哋就可以舒舒服服咁休息下噶啦。唉，一定要好好咁休息下。老板啊，前边啊，前边啊！哎呀，喂，你哋点可以咁唔小心噶？拜拜，拜拜。喂，好激怒啊！乜你一啲都唔觉得嬲嘅咩啊？你究竟有冇听我讲嘢噶？有啊！你头先同我讲话马亚国嘅美丽公主，佢唔放我哋在眼内，仲大言不惭话实赢我哋啊嘛！切，真系越谂越嬲啊！他居然咁睇唔起我哋球队喎！好啦，各位，咁我哋就一定要俾翻啲颜色佢哋睇下啊！我睇怕冇咁容易噃。你点解咁讲啊，爸爸？马亚美丽队同十一胜利队，佢哋一直都系长期敌对嘅。每年嘅侏罗纪足球杯赛啊，都系佢同十一胜利队争冠军嘅。旧年佢哋输咗，所以佢哋今次一定会加强实力。我睇我哋今次未必可以赢得咁容易啦。咁你而家明啦，杜基奥。嘿，虽然佢哋系一队好强嘅球队啊，但系未打就惊定先，咁想赢都几难啊！你哋话我讲得啱唔啱啦？啱。杜基奥咁识安抚大家，睇嚟我仔都好有做领导人嘅天分噃。喂，巴山啊，仲有几耐先到马亚国啊？唔使心急，好快就到噶啦。哦，前面有堆黑云挡住喎。撞親你添啊！唔緊要，啲香水味咪。奇啦，舊雲入邊有啲嘢咁喎。
哋嘅完全电脑手册有咩猛料啊？嗯，钢铁灵位呢只 game 咧唔可以睇少。分边镇暴特勤队更加来头不少啊！度假胜地我哋都俾足料噃。嗯，今日下昼五点钟我哋同你不见不散，约定你啦。社会福利处为65岁或以上嘅香港居民印发长者卡，目的系方便老人家享用各公共机构或商号提供嘅长者优惠。申请表格。你点啊，爸爸？嘿，我梗系你爸爸啦。哦，呢度做乜嘢啊？呢度咪船道咯。明知正话咁大风啊，翻入船舱里边啊嘛。哦，你喺甲板嗰度撞晕咗，好在得巴沙船长救咗你咋。啊，头先我见到金龙啊。金龙啊？系啊，我见到一条好大嘅金龙喺云入边噶。杜基奥啊，发梦佢点可以当真噶？唔系咧，系真噶，我真系唔系发梦噶咧。但系啊，点解得你见到，我哋又见唔到嘅咧？系啊，我哋啊都见唔到，有乜嘢金龙啊？我真系冇眼花噶，我系见到噶咧。方妹啊，你信唔信我讲啊？唔系，不过啊，我都系见唔到金龙啊。会唔会因为错觉而令到你见到条金龙咧？爸爸，连你都唔信我讲啊！我真系见到条金龙噶。喂，到只马阿哥啦！哇！我出去睇下先啦。诶，我都去啊。好啦，我都要出去睇下。啊！呢度好靓啊！哦。装饰系一条金龙嚟，嗰一条就系金龙啦。金龙啊，唔通同我头先见到嗰条金龙系有关系嘅？杜基奥啊，你又喺度乱咁谂嘢啦吓！系啊，唔好再乱咁谂嘢咧。我都话我真系见到条金龙噶咯。系啦系啦系啦，咁你满意未啊？咁敷衍我噶，我好唔满意啊！哼。启禀美丽公主，11个嘅胜利少年队而家已经到咗我哋国境内啦。中意啊，道长，真系太好啦！今次我可以落胜利公主嘅面啊！公主啊，呢个只系少年队，唔系国家队，就算输咗都唔会落胜利公主面噶。虽然唔系国家队，但系始终都系11个嘅，赢咗一样落到佢面嘅。我就会看到胜利公主因为自己国家队输了而喊啦。啊，是不是美丽公主要出来呢？
啊，啲煙花真係好靚啊！少年队嘅队员，欢迎你哋光临本国，你哋好嘛？好欢迎你哋啊！我就系美丽公主啦！哇，系咪佢笑得咁奸噶？系啦，一睇就知系奸笑嚟噶啦！我而家要为大家介绍本国嘅玛雅美丽队嘅队员。他们有神射手之称的国宝，还有奥卢和阿鲁都在这里。他们是一级球员，去年侏罗纪足总杯赛他们都曾经和十一胜利队比赛过。这样说法，这队玛雅美丽队就是集齐去年的精英选手。美丽公主竟然可以组织到一支这么强的球队。就算他们多好打都好，这些都是去年的事。你不要这样想。为了拿今年的冠军，他们已经苦练了一年的球技了。这段时间他们连家都没回过。你说什么？就算他们这样苦练法，我们都不应该怕的。你说是不是啊，狐狸？真系估唔到美丽公主系咁想落胜利公主嘅面啊！谂翻起，对唔住啊，撞亲你添。唔紧要。啊，呢啲香水味咪？我记得啦，呢种香水味咪，唔通佢就系、是？爸爸，爸爸是不是去厕所呢？我都想去。代理你怎样啊？就惊我话你去完厕所未啊？代理啊，你怎么就咁喺呢度瞓觉噶？是叔叔啊。我冇装到啊！你做乜嘢啊？爸爸，你好讲啊！你究竟想点啊？我冇嘢，我冇做乜嘢喎。哎呀，你真系好衰噶！有边个？你点样啊？好痛啊！你哋做乜嘢啊？原来你真系胜利公主嚟噶！终于都俾你哋知道咗啊！不是嘛，我是不是眼花啊？我是胜利公主啊。但是究竟为什么公主会在这里出现的？我不明白啊，麻烦你告诉我们，为什么狐狸和公主是同一个人来的？讲啊。